桃园国际棒球场开唱，尽管一连唱了好几场，每一场都还是嗨到不行。不过明明演唱会就要开始了，却还有上百位歌迷进不了场。场内都关灯，播起前导影片，却有百位歌迷还在排队进场。三立记者直击外头歌迷淋雨抱怨，只能怪人太多，入口太少。唱片公司担心歌迷淋湿，赶紧赠送五月天限定版雨衣。没拿到的粉丝大喊好羡慕，直呼这是下雨的安慰奖吗？不过公司一番好意，却立刻被转卖牟利。脸书上 po 文卖五月天 logo 雨衣，一件500，保证使官方，还写下跨年中间位置要卖55000，原本4800的跨年演唱会票价也被哄抬炒到将近10倍天价。五月天演唱会连唱11场，场场爆满抢破头。不过能获得五月天 logo 的免费雨衣，歌迷觉得再挤都值得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